么？这是 Valentino 的秀上服，亚太区只有我第一个人穿到，而且我相信亚太区其他女明星应该也很难撑起这套服装。好像就是真的家里剪刀太多了，重很多。金曲红毯舞美出炉，卢广仲撞衫消防旗，被封本届最球。现在啊，来不及脱，找机会我可以脱给你看。哎，不可以色色哦！第33届金曲奖，不只身为红毯主持人之一的黄轩甩盆众生，该挖的洞洞也都挖了。尴尬的是，卢广仲的战服色系竟然撞衫了消防旗，被粉丝封为本届最球。我就跟大家讲说，我从来没有要争夺红毯第一美，可是每次都不小心就一直被那些那个服装评论是说，哦，今年就是小 S 最时尚，因为今年真的我没有想要就是搔首弄姿，我想要走就是隐隐约约的时代尖端的服饰，里面只穿了就是胎衣，就是跟没穿是一样的。Come on， 这是 Valentino 的秀上服，亚太区只有我第一个人穿到，而且我相信亚太区其他女明星应该也很难撑起这套服装。上穿太多吗？里面怎么有穿？里面有穿，现在不习惯里面有穿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下次我再注意。待会颁奖的时候会有另外一套。怎么样？现在没有肉就不拍，是不是？我妈变太瘦了吧？太瘦吗？瘦几公斤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还吃宵夜。啊，好讨厌，讲这种话。你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儿子有帮你加油吗？有。你觉得妈妈今天会得奖吗？这件衣服就是，因为高雄很就是气温蛮高，所以这个今天中间是有洞洞装的部分，就是可以透气，不会害羞，因为就是看外面就好，不要看自己，就不会害羞。这完全知道了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我们难得合体，因为我们今天想出来玩。要当爸爸啦，今天就是要开心的。我会教他的啦，我教你就好了。我试一下跟他说就好了。没什么感觉。有。帅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哎，所以第一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哎，他